大家好，我是大玲，一个人天赋都能，哎，压着包包子吃，弄着干菜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包子的那个菜，这是昨天，泡好的干豆，这是把肉也切一下，这是把葱也放进去，剁剁。看着剁出来太少了吧？还没有剁完嘞，反正菜都切好了，开始上料。放糖、盐、鸡精、油、生抽，放一半，咱们管包包子，还是包大包子。满城的县，下面多少块的？这一开大盆的面，面揪了一个小劲一个小劲擀成皮儿，包上本来想包包子的，俺妈就包成大饺子了。这种擀菜都是包饺子。我以前没包好包子好吃，我包饺子快呀。过有个包子青嘞，还要搁地锅里蒸，先蒸上火。看看，俺外边的水烧的嘛，这往锅里转去，这四个锅盖包子，一锅盖馍。20分钟，半个小时。我咋给你这桌桌还没滚呢？再两锅子蒸，一锅子蒸不完。那不管你了，给不下，你特别了，就这样吧。好。咱回去考虑上菜呀啊！开口了，看，都开，因为都张嘴了，这个。我面多的可能能开多。是吧？太开心了都。爸，快点吃饭喽！来，去洗手吧。洗手来。吃饭了，这真的不干净，都开着口了。开心了呀？开心的，快给自己找台阶下。我拿你吃，要吃饭吗？不赖，就唯独一个男的长，不想分，这男的没长，这男的，你别不爱吃那个，别长那个，我的好不长，没长，吃饱了呀？嗯，尝尝，什么？不吃，这菜不赖，它不错，怪香，是吧？意思是下回还整呗。哎，对。吃着包子就是散。我那这包子是饺子了。嗯，这不是啥。啊，俺这也开始吃饭了，忙大半天。妈妈。这个视频到这里了，哎，拜拜。